哎，佳佳，我是你妈朋友，你妈让我来去接你去吃饭去。可是我不认识你呀。哎，没事，我给你妈打个视频。佳佳，妈。哎，佳佳，你跟叔叔一起来饭店吧，妈妈已经到了。哦，行。那咱们走吧。我妈呢？佳佳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妈妈，我们学校该收餐费了。啊，好的，回头妈妈给你交上啊。哦，行，我要先去上个厕所。哎，我们去饭店上吧，很近的。你帮我拿一下书包，我憋不住了。那佳佳，你快点啊，别让你妈等着急了。阿姨，我能用你的手机吗？怎么了，小朋友？我有急事，我想联系我妈。哦，行，手机。怎么可能呢？妈妈怎么会让别人去接你？你等着啊，妈妈现在去接你。你怎么了，小朋友？我好像遇到坏人了，他们应该是用 AI 换脸冒充我妈。别怕，带我去看看，走。还真有这回事儿，你是怎么发现他的？我先是试探他了一下。妈妈，我们学校该收餐费了。啊，好的，回头妈妈给你交上啊。其实我妈刚交的餐费。哎，你可以呀，这脸能 AA， 这声音可怎么办呢？声音合成呀，几年前就有了，所以科技在进步，坏人的手段也在升级。嗯，如果不警惕，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你。嗯，有道理。